松。嗯，夏洛跳上来，布隆跳上来以后挂了一个虚弱 Q， 挂到了，成功的打出了一波晕眩。这一下来露露非常的危险，一丝血最后被奥拉夫一个远距离的放这么打的啊，但 RW 已经察觉了，在上面的位置稍微逮了一下布隆，而且 IG 也已经放弃继续去打这个大龙，走上来。我们在侧翼，这个路口很狭窄，恐怕位置非常不错，三全部击飞。先是起火一个帽子，同时奥恩一撞撞起了两个，这个双 Z 终于被消除自己的闪现，没有子弹，帽子一先进进去，黄金绕后一推，推翻两个，再一斧头劈掉瑞斯，黄金随之而去，双方一波一换二，红松有个反打的机会吗？黄金一刻已经不敢。黑布 RW 也知道，其实大龙受到威胁是蛮大的。在同样的一个方，龙龙之声的召唤是成功的，抬起了司马老贼。这么一来的话，那就是一波成功的炫飞。代价在侧边 ，Flores 跟您的一个遭遇是 Flores 的败退，但是 Mouse 一口 Q 踩是把三个人给抬了起来。不过这边一波召唤 Rookie 上前回推两人，成功把 WB 给收掉。这么一来的话，司马老贼也在走两波，已经非常难逃跑了。是。看着 IG 突破了基地，就是不交，就是不会想去反蓝 buff， 这波蓝松拉过来已经被奥拉夫逞下，奥拉夫逞下以后这一波，哇，这个车上了黑车，我的天，这个爆炸果实过墙的画面，上来捆住了一下，但是立刻是有宝蓝子吧，还有反打的机会，先是一个攻和放了一个缺口，做一台没能抬到起五十双回去，两个 TP 进来了，蓝子方这个 TP 落地恐怕要直接打了，纳尔落地就是一个人头，看一下这边纳尔也是跟他打了一波一换一，是被司马老贼换了回去，而且这边的话塔下有小兵，用漫天飞雨往后拉了一段距离，但是没有能躲过岩突， Rookie 一波漂亮的岩突留下了司马老贼人头，奥拉夫怎么办呀，弗劳雷斯后面还有一个塔姆封路，这一波很有可能是打成一波自杀了，瓦要团灭了，帽子是拼死换掉一个，但是自己也走不掉，这个大招能不能回一口血，回了一口血，走不了啊，你这没有路可以走啊，一样是一个石川封路，现在有一个强化吸血，吸了一口以后上前一个鲜血星星依旧被反而是自己选到落霞的组合，但是落的一波闪现 RW 开团硬开上去以后盲僧从后面贴上来，蓝方又是一波终极绕后，中野纷纷过来想先斩 Flores 被进一发大招直接狙掉，再一枪拿到达贝克，还有一个老贼也扛不住最后一枪，拿机会终于是让司马老贼拿到了一个红 buff， 但是一个人下一波的攻势又过来了， Jacky Love 一个完美线路大进来，帽子的血量非常糟糕，站起来的一瞬间交个闪现用大招回一口血撑住了这一波，从失落开启了两个人，红方没有机会反打，太残了，定住了太残了，对此一个人走进来，队友已经全速溃败的情况下交了一个闪现上前想要说 Rookie， 但没有机会， Jacky Love 打出了双杀，双 C 都没有复活的情况下带着一波强化的兵走进来，上面落非常尴尬，是被皮洛瓦被 Rookie 一个人给收掉了，再一个致命花台打出了盲僧的闪现，这一下走回塔内，毒硬币也是孤掌难鸣，在基地被破的前一瞬间